生活会更加的美好。那问题是现在要变成做那个出租公营住宅嘛，对，有1500户嘛，那请问一下你规划的停车位有几位？你有说明吗？那95年资料这边有，那个时候评估就已经说欠缺至少四五百个停车位，跟机车也有500个停车位，经过了这么多年也都没有解决。你知道我们附近的里民每天为了等个停车位找个停车位有多痛苦吗？下班的时候有多痛苦，要光是绕就绕一两个钟头，很惨。甚至有些时候早上4、5点就要先起来等什么，等有没有早起的赶快车子一看我们赶快去停，这样很可怜。那你这样子1500户进驻以后，你又没有充分利用到公园用地的地下来盖一个地下停车场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以后衍生出来的居民的停车福利谁要来帮我们，谁要来帮我们保证说我们会有停车位可以停？当初开发这个停车那个案子的时候，就是说希望周边里面都有一个福利，大家可以共享啊，有停车位可以停啊，也可以增进周边的繁荣。而现在什么都没有讲，哦，那我希望说要开发的时候先把周边的建设先做好。第一个，拓宽道路是很重要的，你大量的人员车辆进驻，你没有一个较大的幅员的道路来使用的话，请问一下，那你后面的就不用再讲了，哦，还有你没有先拓宽，你后面的大型机器进来的时候，请问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怎么过，你要怎么进来？所以先把周边的公共设施先弄好嘛，有让我们里面有感受到里面有在进步的时候，你再谈我们要怎么做嘛。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95年到现在，讲到现在几年了，我都已经从啊，你那已经变大人了啦，就做这已经拢是安尼啦，拜托了，哎，就是安尼。这开的时候，已经阿只安尼尔，今麦变大。我的小孩，这东西都变很大了，拜托，哦，然后。那公营用地你们现在说暂时不列入考量，不去开发，就不让它就暂时不动嘛。我就建议既然要做了同时施工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可以那个出租住宅一出来，跟你讲绝对不符合使用，95年就已经评估说不就已经现金就已经说不符合使用，那你们现在又说符合合乎使用，只要开发你们现在的社会福利地下用地，然后把都已经拿出来使用就好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确定你能够多出将近1000位的停车位出来给我们周边居民使用吗？再加上1500户，哎，现在几乎人人一户一辆车，几乎啦，我不敢说了，但是摩托车至少也有一两辆，对吧？代步工具很正常了吧，对吧？那你请问一下，你有办法承诺说你们社会公园让公园用地不开放，然后只用社会福利地下来做停车场的话，你们有办法符合周边居民的需求吗？既然要做就一起做，不要说都先偷跑一步偷跑一步，然后后面才说啊我们现在怎么样，我们再来再讨论怎样。那我们的权益谁要来帮我们保障，麻烦你们一次就说清楚，不要上面不要说想的那么含糊，拜托一下，谢谢。巷口的在里面一点，那边也是有小小那个
个也是土石流也小遗山，然后再重建，那边都有一个牌子，你们都可以去看。所以我们都很不安，真的，我年纪这么大，我还有多少可以活？真的这样子天天过那个恐惧，一直摇晃，一直摇晃，这是真的。好、哦，我希望你们注重这一点。而且我们开会那么多次了，还有就是说，像这是第一点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，还有说我们那边又是矿坑，我们那边那个山都是矿坑，所以地层真的非常的不稳，就是煤矿的矿坑，所以有开挖过，所以地层非常的不稳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大安森林公园没有游览车，没有停游览车，为什么我们这边是二等公民，一定要停游览车吗？为什么不给我们附近的人很有优惠，多一些停车场呢？还有那个公园，我们现在目前的真的很小，还要再去掉三分之一，那剩下多少？我应该给我们现在老人家越来越多，应该给他们有点修饰的走道。然后大家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、六，大家都有人都一直在那边活动，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利益，不要用那个恐吓。哎、欸，可以去做山上运动啊，这么近。可是老人家，你叫他可以爬山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以大家的幸福福利为主啊！啊，你看三点、四点、五点都有人在那边散步，早上五点你们都可以去看，大家都是团体在那边跳舞啊、做运动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而且它真的是森林，它有那个什么很多小动物，松鼠什么都有，啊，够灵敏，够拔辣都有，那个都是天生的。那我们不会好好的这一块吗？这一块森林为什么大家都一定喜欢二氧化碳？建筑物那么高排出来的那个都是一些二氧化碳，还有饭店排出来的二氧化碳呢？我就希望，那你要都跟要设结义，也要有漂亮的公园才能衬起它的价值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希望公园越大越好。然后不要盖那么高，就像说那个蔡里长他自己知道，我们开会已经开会了很久，都不设游览车场，他已经决定了，多一年都决定不再设了。那为什么现在都一直要再设那个游览车停车场呢？当然森林公园那么大，就都没有再建。那我们为什么是二等公民？为什么要设停车场？那个庞大的物体在那边挡住视线呢？各位乡亲，现在是大人里的里长，因为他不愿意对得起这个照相，所以我就的建设我们的花园，报告一下经过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我们的子孙说：“哎，你的花园跟那个市政府这样建设是有利的。”哦，刚才所讲的，我问的低收入不是歧视低收入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我当那个福德平宅的里长的时候，那个取得那个外配进来，他的低收入降低一万多变六千，他就常常吵架，就放火烧。放火烧这个闷宴，还有一些像才讲的就是说，社工有在那个平宅服务，可是有些人垃圾包大便小便管楼下滴丢，你可以问一下大道路巴士巷大概七十几号那一些的住宅。所以我们的乡亲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没有歧视，我本身就是长长的，到现在平宅的那些人还在找我来开那个清寒证明，因为他户籍还在这边。我稍微补充一下，因为市政府的政策是把低收入分散，那我刚才问的意思是怕市政府暗度陈仓，又要把它集中。哦，这位乡亲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我是为了整个社区的着想，因为低收入的确要照顾。哦，那个我回应那个老师讲的没有错，九十五年的时候你们的没办法负荷的，一下子210变400，还有变442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郝龙斌市长7年都做不好了，7年都做不好，最后一年要制定这个政策，我是觉得你们应该不要弄这个，你把这个意见整合，我是觉得很好，留给大家整合，大家没有争议。你这个建设是为整个福德地区台北市的建设，你不要8年匆匆忙忙弄一个建设，
拍拍屁股就走了。最近有没有感觉新店那个美和市案，对不对？美和市案，市政府说哦，原来100多亿跑到那个汤彰万华那边去了。那你郝龙斌七年就干不好了，第八年要匆匆仓促做决定，这一点我希望社会局跟都发局您带回去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等一下，那个叔叔，谢谢你。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210变冲到400、420、442，你等于是市政府自己的利益，只管你们自己放火，不管老百姓点灯。刚才大道路的乡亲说他越盖越好，我那个大道里里长，我补充一下，你们要这样做的话，要做一个区域的整盘的通盘考虑，你两百亿可以变400，我们225也可以变450，你这样讲大家有没有道理啊？道理拍跑一下好不好？你应该区域的整个整合，否则你们来市政府自己会贪图利益，每个市案就亏了老百姓100多亿。那你现在市政府只管自己容积率提高，周遭的225还不动，这个是没有道理的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真的开会，今天人数不是那么少，是因为开了几十次，人家已经烦了。你们市政府从马英九市长当市长的时候到现在，一个市政建设难怪台北市要落后那么多。我们的主张就是再重述一遍，就是区民活动中心还有图书馆，对，你就硬体没有软体，图书馆那16棵的老树就在80巷山洞的对面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还是坚决反对游览车。我请问刚才发言的哈，我不要讲人民，他是信义安全协进会的安全组长，我在那边会议，我就如果你家有老人，你希望台北市汤湾省哪一个公园有游览车在做地下停车场，那个要挖多窝多深。就像刚才那个大姐讲的，那个二氧化碳在这样子，那这个哪里是信义安全协进会的组长讲这种话呢？对不对？先进的国家已经有大众捷运进来了，哪有在游览车？那个慈幼宫每年办的妈祖那个进香团，100多台的游览车也不需要设一个地下游览车停车场。所以我的坚决反对，我已经上一届已经跑到市政府去抗议了。你们再这样草草了率的话，已经激怒了当地的，你怎么去推动？到时候市政府前面就有更多人去抗议了。另外你们的回馈应该讲得很具体，你用的你打人的福德地区的地，本来广慈养了也是征收老百姓的地啊，那你应该回馈，你要感觉取之收又要回馈，到底你这个老人能够照顾多少，当地的老人有些爬不上去的，你们有没有优先考虑当地的居民？就比照那个中泰宾馆后面的松基里的建设的一个回馈，我希望上面的发言就是结论，就是你们的市政府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提高到400、440，那你要通盘考虑，大家都争比照，否则30层不见得盖30层。那另外就是你要对有具体的回馈，那你这个周边的设施没有做好的话，你又是不是又要造成等一下郝龙斌下任人家又在骂郝龙斌市长，最后一年又仓促要定这个政策。好，谢谢你。